精英小队给我上，让他们见识下什么才是最强的。嗨嗨嗨嗨，各位小伙伴们好呀，这里是山姆大叔。大叔，哎，咋的呀？你上期竟然黑我。那我说的也是实话呀。哼，那我就不得不给你展示一下我真正的实力了。精英小队登场。好家伙，这防暴兵全是英雄单位。没错，这次由我全权指挥，让你见识下什么才叫真正的指挥官。准备怎么开局啊？盾牌兵来两个，骑兵组各一个，所有人跟我走。前面有机枪头。刚刚只是一个失误，只剩下一个机枪塔，再来一波就搞定了。是吗？当然，先搞定士兵，然后激活机枪塔。按照以前的风格，后面肯定就只剩一个裸基地了。What？ 看见了，这是要不撤退吧？莫慌，保持阵型，防暴兵去前面顶着，其余人输出。哎呦！啊！我死了！打个屁啊！溜啊溜啊！看样子这次应该输了呀！不，还有机会！加特林给我上，一定要拦住他们！看样子还是不如我，明明是因为最后太倒霉了。小伙伴们，到底觉得谁更厉害呀？